年的枫林火山在夺冠的时候我听说有贴片，但今年可能还没办法跟大家见面。那我自己也是做了一个下了很大的决心吧，可能会有一个电视剧的作品将要开始拍摄。红色连衣裙出席某品牌活动，标志性的卷发搭配复古红唇，高贵又优雅，举手投足间魅力十足，简直就是红毯最耀眼的那颗星，数十年如一日的美貌，真国民女神呐、小伙再一次心动了。在采访时，高圆圆还透露自己将有新剧开拍，终于要看到女神回归荧幕。此前赵又廷还说，如果高圆圆复出，自己会无限支持，因为自己就是她的粉丝。这对神仙眷侣也是羡煞旁人了。但如果说圆圆突然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你会鼓励她出来工作？非常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她的粉丝，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她。我说，现在宝宝就是也比较稳定了嘛，就是。